柳木做成的鱼盘，用桃珠、花莲墨玉和琉璃珠串成的项链，晒干的月桃编织而成的篮子，创意十足的泰鲁格族织布，这些都是台湾原住民的文创商品。泰鲁格族的德拉与刘燕化选择创立品牌，来诉说台湾原住民的故事。花莲县秀林乡崇德村村口台九线中央分隔岛上，有一棵百年茄冬树，这棵树被印在原住民文创 T 恤上，泰鲁格族图腾的织带做成茄冬树下的口袋，这叫口袋森林。希望大家一起保护原住民文化与台湾老树。阿美族画家优媳妇的作品《纹面的泰雅族人》变成了朝梯上鲜艳耀眼的图案。泰雅族的占卜鸟西利克鸟也飞上了 T 恤，变成胸前可爱吸睛的图案。就像我们会去很多部落去探访，就去田野调查，就可能会花个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跑很多部落，把一些图腾拍下来，然后当做自己的资料库。德拉用了很多台湾原住民喜欢的动物图案，最具代表性的是猫头鹰，因为猫头鹰是布农族的送子鸟，婴儿的守护神。另外，布农族的圣物森林之王台湾黑熊，台湾族敬畏的野生动物台湾山羊也即将走向人群，这些都是泰鲁格族青年德拉的文化创意。他希望借此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原住民文化，行销台湾原民文化之美。德拉借由文创说出台湾原住民的故事，让文创商品更具现代感，更有魅力。